是你在所有当下面都加一个肯啊，行动艺术这样，所有的当下面都加一个肯，划算。那我在所有的帅上面都加一个人，帅上加一个什么？人啊，那名字真的很硬。大家有想过我人生很硬吗？你们都觉得干这名字有点有趣啊？你们根本没有想过我的心情。还有人会问说这是艺名吗？我想说谁那么很帅吗？对啊，谁那么大胆艺名取掉人帅？到底谁啊？你敢吗？我是不敢啊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敢，我是没那个种，但我偏偏被取这个名字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人家就哦啊啊，你很帅，你很帅，你很帅，是我问题是不是？就是我爸他这样觉得，我就被那个这样觉得，明明就是我爸觉得，不是我觉得哦，但算在我身上。没关系，这个是我扛，男人嘛，扛一些有的没的 ，OK 啊，反正男人肩膀就是来扛事情的，虽然不知道扛什么，我决定我要扛了，我决定我要面对我的名字，我要面对我叫廖仁帅的事实。不要从国小同学笑我就算了，中文老师还笑，干这你学中文的你笑这个哪一个学校啊？哦，民义国小。民义国小，干我们这种在这种教育下长大的，老师笑真的很硬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他念到一半笑，廖人不知一样，我突然变廖人不知日本人，我突然变四个字，超屌。廖人不知，你好你好，我是廖人不知。哎、欸，我到底该不该出去啊？等一下，你好好看好不好？好危险的、哦，没想到。第二集就这样做，找到内容。我的名字，我的名字。第二集就这样完成了。如果我这样拍，还真的拍出一片天，我就觉得我偷懒又聪明。如果的话，所以我们大家好不好，让这个奇迹诞生。我想当最懒的，就在车上讲一些废话，然后就可以赚很多钱。基隆帅。